今年因为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严重冲击到花卉产业出口和内销的市场，因此花莲县政府农业处特别透过了农粮署补助花卉产业振兴计划，和客家籍的地景规划师合作，在志卡轩大门草坪上设置了花卉艺术的装置，结合了自然地景，运用花莲最重要的山形地景元素，设计成简约的三角造型，四面落柱则是代表不同族群共融，也赋予了邀请各地好友莅临花莲观光之意，让花卉空间展现力与美的结合。一走进志卡轩公园，映入眼帘的就是一座金字塔造型的巨大帐篷，还听得见优美歌声环绕四周。这是花莲县政府农业处所办理的花莲农村好生活幸福花卉同乐会活动，现场有许多家长都带着小朋友来到现场，坐在草地上聆听音乐，欣赏这座壮观的大型艺术作品。大家映入眼帘哦，就发现说它是一个金字塔的形状，三角形的形状，它实际上它代表就是我们花莲很多的山的意象，我们把它简化而成。那当中呢，设计了四支柱子，代表花莲的四大族群，那大家鼎力一起支撑这一个家，也代表说大家欢迎很多在全民运时间或者观光时间能够来到花莲一起赏花，代表呢我们营运的花莲城市幸福花莲的意思。今年因为受到新冠疫情影响，严重冲击到花卉产业出口及内销市场，因此农业处特别透过农粮署补助花卉产业振兴计划，与客籍地景规划师合作，在志卡轩大门草坪设置花卉艺术装置，营造出一个最新的网美打卡景点，让花卉空间展现力与美的结合。是这样，最主要就是说今年因为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哦，那个我们那时候在二月的时候就开始在针对所有可能会受到影响的产业去进行盘点，那时候我们盘点的结果就发现说，其实花卉因为它是非食用性质的，那其实受影响是最严重的一个产业，所以当时农委会就请全力来投注这个部分的一个就是协助花农来渡过难关。我们预期在这个月里面会有3万多株的花能够被用到，包含在2到3天花卉的替换，以及56场次2000多人的花卉使用，所以3万多株的花卉将有利于我们现在在国内花卉生产产业这部分的刺激。我们期待花莲的花卉、花莲的美能够推荐给所有全国的民众。这次的花卉展期从即日起一直到11月15号，为期一个月，纳入永续环境教育理念。除了使用国产切花并定期更换外，其余的装置艺术部件也都可以回收再组装，减少环境垃圾产生。欢迎大小朋友可以一同前往志卡轩欣赏花卉装置艺术，与自然互动打卡拍照，解放疫情发生以来所积蓄的压力，也利用行动支持在地花卉产业。记者徐立勤吉安乡报道。